欢迎收看 John Style 频道，我是 John。 今天呢在玩这个 H1N1 的僵尸游戏，遇到一个人这边乱射击啊，是怎样？人呢？跑哪去了？跟丢了。遇到一个好人啊，送我东西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了，好暗哦。人跑哪去了啊？这里啊、哦，在这里吗？哦，送我一把枪啊，好棒啊，好棒！我东西满了，我垃圾太多了，我先把一些垃圾清掉了。没位置哎。有这个东西哦，拿到了，对哦，太好了。咦，还有东西要送我在，什么东西要送我？哦，子弹，哇，真是好哎。然后先把一些垃圾清掉，这个垃圾是什么？你看这什么东东，给我捡不起来啊，这么重啊。哎呦呦呦，捡起来了。人呢？人呢？我第一次玩，不要这样打我好不好？虽然说这是 PVP， 这是和平的那个连线啊，到处乱捡东西，完全不晓得捡什么、啊。这两个人是一起的吧？是要我拿手电筒的意思吗？哇，你还有安全帽？等我一下啊！不能语音，真是很麻烦啊。跟我的背包跟他一样，他送我一套他的背包，枪也是一套的。哦，他讲法语哦，我听不懂哦。东西乱丢了，我东西很多，我拿不下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送我东西啊？这什么衣服？我加50的。吗 ？Hoodie 有，看起来是一样加50的啊。哎呦，安全帽哎，好帅哦！一定要这样开枪吗？这样引来丧尸不太好吧？好，一起走吧。这个漫长的夜，晚上好长哦，哇、哦，这么准哦！这什么东西？动物吗？一条路哎，前面有丧尸来了。好，有点累。哦，交给你们就好了。哇，好凶哦，比人还凶。来搜刮一下。尸体没了。你搜刮就好了嘛。我帮你打风。我应该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走。一起走才对哦。你等等我啊。等等我，这是开枪啊！这里好暗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有什么？这里空空的，吓我一跳！
这是什么？哦，补血包。那还有东西吗？嘿，喝酒一下。不能拿了。哦，安全帽。我帮你照一下那个屁股。好像快天亮的样子，有变亮了。怎么他跑比较快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嗯，为什么他们都有房子啊？要需要密码的？要是要去哪？该不会是他家吧？这样我就上不去了。可以。哦，他把门关起来了。我也被关在里面了。这什么？这床吗？哇，这个家是家徒四壁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就这样子吗？所以他这个铁皮屋里面就这样子而已，还有一个床。这个什么荧光棒吗？我先看一下他给我的安全帽好了。250欸。哇，这还不错哦。这 Holdy 可以放什么？哇，粉红色的帽子，这加10的耶。这帽子可以不要，我觉得在他家丢垃圾好像不太好。我要等我出来是吗？欸，为什么他在里面？他刚才没有看到他。什么？拿什么？哇，啊380欸。哇，紫色的鞋子。人太好了吧。哇，这个我就拿不下去了。我要先把一些垃圾丢掉了。300欸。这个鞋子其实也不用。欸，我干嘛装那个鞋子？这鞋子好像是100多而已啊。被拿走了。嘿嘿，问他捡我的垃圾。哇，点44欸，棒哦。这边好人还真多啊。我看一下我的垃圾。我这把枪不错哦，这斧头可以不要了，放这个。这鞋子也不要了，烂鞋子。帽子也给你。这个，欸 ,135。哦，他的鞋子有耐久度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有耐久度的问题。有欸。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备用的哦。还有东西要给我吗？欸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一把小刀。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刚打开了什么东西啊？对吧？哦，小刀。欸，你子弹很多的。哇塞，哦，东西很多，我就一直捡啊。哇，原来你的房间在这啊。是厨房吧。好暗了，子弹太多了，没地方花。是叫你出来的意思吗？
Open storage。哇，好棒哦！为什么它有这个？哇哦，里面的东西好多，意思是可以拿吗？还是不要乱动别人家东西好了，看看就好了。哇！意思是叫他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帽子好棒啊，250哎，加50的，换这个黑色的好了，那看起来比较帅。这个丢了，哎，怎样？你叫我过来的意思吗？没有东西啊。僵尸来了，难怪。哦，哇，我打，砍，砍到，来搜刮一下身体啊，应该没什么东西吧。一块破布，暗了。哦，地上那个刺激的，原来是给陷哦，这算是陷阱吧？陷阱怎么做啊？地上有包东西。哦，一把手枪，但是它1800，对，重量是100。如果拿一个100的去换好了，放这吗？这个应该放得下。好诶，又捡到一把枪了。哎，人呢？这么快就不见了。哇！哦，所以他衣服是从僵尸身上拿到的。天哪，我穿僵尸的衣服啊！啊，一块破布，人呢？扔丢了吗？像我一个人在路上很危险。哦，在后面啊。帮你照亮一下。哇，戴墨镜哎，我要那副墨镜。来吃东西哦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。哎。我是把它丢掉了。没有啊。哦，这个尸体。捡一下东西看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哦，是什么？感染者的那个脑浆啊。好恶心啊。哎、欸，把门打开了，我以为进不来。要是去哪里啊？要我睡这边的意思吗？
哦，它这个门有两层的哦，那么厉害。可以把门关起来。这个门怎么关啊？咦、欸？嗯？人呢？哦，还在上面哦。这怎么上去啊？对一个新手真是不太好、啊，哇 ，man， 怎么上去？也不能按，可能是因为他加的关系吧。这没有楼梯上去啊？不行，好吧，我先研究一下好了，看一下物品栏，那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吧？哦，还可以做弓箭，这是什么 ？statue。wood spear， 做的东西是做的东西很多啊，很多，但是不知道做什么。脑部可以干嘛？哎、欸。你在上面瞄准我，嘿嘿嘿，把我关起来、啊。你可以这样跑来跑去哦。啊，你开门了，终于啊！意思是要我出来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果然是两层门呢。哦，好、哦，是要跟你走的意思吗？哦，这里。这里有楼梯哦，原来在这里啊。哦，上来了上来了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你一定要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的吗？哎，为什么趴下？难道是自己吗？哦，真的耶。这个是什么机关？是不是？哎呦，里面有蜜蜂哎、欸，养蜂人家。哦，有蜜蜂在里面。意思是叫我不要拿的意思吗？我是看一下而已。哇，这个房子盖很久啊。哦，出不去了。哦，哦，马上瞬移啊，掉出来了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要一起去探险吗？哎、欸，你关起来是怎样？
跑上去了。哎，又多一个人哎。看一下刚才捡到什么东西。黑色的裤子哦。哦，这可以修理武器了。我有三个。哎，我的枪现在1600了。我看一下它一个可以修多少了。修这个看看。啊，加500而已哦。加500的话，我这个这把猎枪也需要加一下。看起来是没有需要用什么用的，做什么？这个是干嘛的？AA 电池。是这样，他要下线的意思吗？门怎么开的啊？这里，哦，它有密码的，好吧。既然天亮了，那我就自己去探险了。我僵尸也太多了吧！我躲在这里看看。这把枪没有子弹。把引出来，哇！啊，miss！头，浪费了。这什么？哟，这是一个车钥匙哎，应该会用到，不确定是干嘛的，这个没有东西，应该就剩下破布吧。好啦，去探险一下。哇，沿路都是这个陷阱啊！真的假的？睡在这边，然后旁边都是陷阱，应该是某个生存者的床吧？还蛮聪明的啊。哎，这边有急救包哎。那种胶带是干嘛的？可能是可以做武器哦。这个嘞，nuts，花生酱吗？哟，里面什么？没东西啊。这里好多房子哦。好吧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